我可以。好爽！我的喵啥小啦？没有吃饭环节，但可能会有户外台环节。嗯，我要去台南逛夜市好了。谁会到？会到的，我送你。我送你带婉婷吗？对，跟婉婷。会到的，我送你一拳。我从雾峰过去，感觉他妈铁粉，反正要关台了，再背你一下。操，在那叫什么？在那叫什么？高雄没夜市吗？高雄的夜市都被暖男用的太暖了，倒光了。那个台南大东集合，一起来的人，请你喝一杯饮料啦！不啰嗦啦，来的人，请你喝一杯饮料。白玉城买马术，为什么不涨霜？白玉城买马术，为什么？就是讲呢，台南人都不用放假，他都不用上班了。可以帮我们被多多绿吗？不行。有谁？我自己。跟婉婷。这里有什么好吃？推荐一家领航者。网咖。妈的嘞，网咖都有阿伯在里面打手枪。以前啊，现在我不知道。人多吗？算还好，上次来比较多。马术。南越城买马术，为什么不早说？马术。秀一下压枪。打那个浪费钱呢，又不是打一局就有礼物，还要积点，七八点，打到老板有礼物，球棍一根。啊，对啊，陈大薛之谦呢？陈大的妈，台南人。好嘞，要来这边吟诗作对吧？吟首诗吧。有什么好吃的？这什么？谢谢。你刚经过那个羊肉，好，给你拍走吗？可以啊，等一下。好。等你没有？对。等一下，等外面。好。好的啊，算我们去拍。哎，站。不好意思。你住附近吗？对啊，我成大学生。成大学之前。不是，那不是。好可惜，没有谈蛋蛋环节。他没有说要啊，他如果说要，我就说来吧。小了一点。吃生蚝还得了？柯子坚，好快！你要吃吗？先吃。你帮我拿红茶。叫他起床。在哪里？嗯，阿贤薛之谦迷路了，真假？你在鹅啊等等呀，拿着照我。啊！干，怎么变你？哦，我吃给你看呢、啊。阿贤要喝什么吗？买这个夜市最屌的饮料，奶很大，这间是哪一间啊？讲真的，走在夜市里面看实况宅毙了，看谁看你不爽，叫他来讲，妈的！阿雪，薛之谦，没错，我要证明我是本人，不然有人一直盗用我的账号。本人要这样证明，行不行？坐啊，两边都可以坐，随便坐。
还、啊、要吃吗？没有没有，你们吃就好，我吃饱了。真的哎，可以吃了，我饱了。要吃吗？我从学校来的，我吃饱了。干你娘也太帅了吧！这件很好吃，这件每次都在排队。这件很有，应该是卖完的、啊。不是倒了。帅哥，你确定你是咸粉吗？干嘛咸粉都很丑是不是？讲这样。喂，阿贤就够帅了，颜值担当。我们这边的女粉，唯一的女粉。还是现在帮你随便来一个人宣传？不要。最平易近人。我想要去看你拍照。可以啊。还是你要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先让我休息一下。坐坐坐坐坐。坐这里，坐这里。怎么都没有女的、啊？那你们叫你同学来哦。要换一个。换一个，换一个女什么？换一个男朋友。谢谢。你要走了？你来这边啊，路上小心。快吧，拜拜。帅，长发男。他拍完照就走。他感觉有点害羞。啊，不是你，一定是你在这啊。我刚想跟他联谊的、欸。长发男你喜欢、啊、还不错 啊， 其实我蛮喜欢长发男，我想留长发，然后长留完之后再烫那个超级卷，然后变爆炸头，邦加罗尔那种，怎么一堆帅哥。我们这边就高颜值频道，傻傻的。你要喝饮料吗？赚钱请你喝。我进去喝啊，等一下去买。刚那间顶的，重点是好不好喝，不是顶不顶。就是前面两个色鬼在排队，我就想说算了。那、啊、你就其中一个啊？不是，我已经想好要买什么。那两个人一直看那个电影，你在看那个价目表。那应该很顶啊。价目表在上面，他们一直往下看。啊，下面我们比较好看啦、啊。这个、啊。对啊，刚刚那个人一直在那偷看。你要喝这个、啊，我请你啊。我想喝蜂蜜绿而已。啊，这个怎么好喝？我不知道，干你妈！看招牌，不要乱看。招牌这里啊，翡翠柠檬。好，我要喝冻柠茶。我可以乱看。好，我请你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还是我请你？一百块够吧？我刚好剩一百。还是我请你？我请你。这样像那个走廊。然后请我请你啊，好啦，你请好啦。你知道冻柠茶？哎。一杯冻柠茶。微微，微微，哪有？我刚刚只是开玩笑的。要现实。我只是开玩笑的。啊，你不喝了？一起喝。好啊。大杯好像比周瑜还大，有啊，以你的专业判断有没有？周瑜，历史者。好，谢谢。要不要吃冰？我把冰丢掉了。确定不要？这次我一定会请。谢谢。真的不要，我可以请你。真的我不吃，我吃饱吃饱。确定？对对对对对。不行。还需要卫生纸吗？我可以。好爽。我好像日融化，快一点。好。生喉咙压缩。帮我拿一下。啊，这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那这个意思。如果他在卖那个天虹在卖的那个消奶，
阿贤不要再舔了，敏感体质。啊。这个要拿笔哦，是不是？这是金沙，都要拿笔，要不然巧克力往下流。好看，谢谢。超看丁，还是要带纸看。我不要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下了，要装备了哦。先点那个，太巧克力了。你要丢垃圾吗？那是红色垃圾哦。把你丢掉。开玩笑。偷偷的，偷偷的伤杯品。走这个没人的地方。换个姿势哦，那我要倒站。为什么大家喜欢倒站？男生跟男生不能比爱心吗？还是你不想？那个你会刷，那个聊天室开始刷那个彩虹那张。你很像啊，嗯，严厉斥责。你蛮像的、啊，严厉斥责。一堆帅哥，然后都不发 ID， 回聊天室又开始抖报应影片。真的、欸？该不会是我报 ID 吧？好像是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其他我没问啊，就是那个第一个不报，害我被误会。第一个我没问他，一定要抓住那个正总。贤哥，每个帅哥装成肥仔，让我们有背叛的感觉。真的是每个帅哥装成肥仔，会不会是你？就是现在有什么 VT 在直播，所以你的粉丝都在家里看啊，所以就没出去。有可能，应该是阿垮，阿垮要开台。好。感谢收看。